这一天我们游了两个景点，傣族村落和雨林谷，还欣赏了克木人的表演。由于我是第二次来玩了，我就发现傣族村落的讲解员讲的台词儿都是一样样的，这次我专门录下来给你们听。通常他们都是边讲解边推销他们的产品，主要是一些银器。这里的水果真的好吃，尤其是菠萝，是我吃过的最好的菠萝。我在想要不要在这里买一套房子。买房子做什么？住下来吃水果。嗨，那豆腐可是天下肉价钱了。
由我带大家到宅里边看看，了解一下我们的生活习惯。师傅会在停车场这里等大家，了解好了来这里找他就行了。好嘞。像这棵树嘛，就我们傣族的神树菩提树了。你们来我们西双版纳村庄寨子寺庙都不便的看一下，因为我们的释迦牟尼就是在这菩提树下来我们吧，越急越茂盛，越希望。这几年虽然说义务接待比你们还挺高兴的，你们把我们的文化生活习惯都带出去，几乎很少有人叫我们花和尚了。只是这几年对外开放也把我们的经济带动起来了。来，大家往这边看，我家里看看，不是第一次来吗？好，OK，两位，有两位吗？在我们小房子里面，欢迎大家来。现在男人从小在庙里边当和尚学的手艺，现在也可以卖一个好价格。厦门云南傣族男人们都会做手工艺活银匠，因为从九岁进庙里边就学这手艺去了。以前带你们到寺庙里看，以前带你们到庙里看，现在不在了，只求你挑了一个好的老佛豪来这里给你们示范看，因为你们人多去吧，会影响村里在男人在那里学习。来，走吧，到山里看看。不知你们这是哪里的呀？山西。那挺远的哈。这里呢是我们村里的水果市场，待会大家了解好了往这边进去，这边就是大人市场了。如果你们有喜欢就买一点，不喜欢当心赏。那么小可以多给你自己进的行吗？我走。来到一个杂技，我们每天有12位是在门口排队。你们能到我来，把你们领我家里来看。130一位奖，我不用走得太远。130一位奖。我们最少的都是6口人哦，不分家，不像你们说结婚不愿意跟老人住，两夫妻一起住。如果我结了婚不跟长辈们生活在一起，村里说我们有孝道，不想赡养老人。虽然我们4代5代红塔很正常。只是现在也赶上鸡冠生意婚姻法，要20岁才能结婚，所以再过9年10年来呢，带同堂也是不少了。我们呢，这房子是2代，都是实木，只有瓦片送泥巴烧的。1楼到2楼都是榫卯结构，很结实。但男人呢，再有手艺，不会在自己家的木头上雕花刻字，是因为以前树林多，石多，这种方形、菱形就旁。石就爬不上去了。我们人们都住在2楼，吊脚楼以前这楼梯是活动的，晚上睡觉睡远人都要把它拉起来，怕这些蛇啊野兽给爬上去。不要去抓它，它不会咬你。是啊。我们人都住在2楼，大家也可以到楼上去坐一坐，只是到了楼上你就不能拍照了，只能到这。因为我们是真正的住户。你们是客人也是外人，如果在2楼照相或者拍照，有把我家人去带走的。这个不好，害羞。先再过几个月来就漂亮了，现在都要边边上修了，这个都要种花。吃完了。好吃吗？我吃，我把它拉了。妈妈给你，一会儿拉。咱这里有垃圾桶。以后长大了来我们这里当女婿，以后妈妈他们来就不是来旅游了，来找儿子亲上扎亲。这就我们的扎亲了。你先看看吧，现在我们集体打集体卖，这样就没有冲突。以前各卖各的嘛，手艺好怎么卖就卖得掉，手艺不好嘛，2-3天到楼下里做。这个是这样的。
我们每个接待员能分得到两桌，我不和那些人。把你们搬到这桌里来看，可以摸，可以碰，可以试着带，要带走就得花钱，不带走当欣赏吧。这边都是熟银，附上任何杂志的，都是13.8一克。对哟。那里有垃圾桶，是鸡叫的，不是鸟鸟吗？鸡叫的。鸡叫的。066S 啊 S990 啊。这个是鸡叫的啊，鸡叫的啊，这十四是代表是啥？14.9克，200多块钱。要你要一只吗？就按只卖，按对吗？就合的400多。可以坐坐下。啊，坐下，老爷坐下。这老爷坐下。看吧，我也喜欢，也可以带做纪念。我喜欢看那植物呀。手机干什么？这个是200。这个是200，这是手工手，这半手工半机器，这小孩大的，小孩满月长辈都不送。游完了傣族村落，下一站就是盼望已久的原始森林，里面住着克木人，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呢？我们下集分享。
吗？你跳的好不好？骚不骚？不骚吗？骚的意思，漂亮的意思，大家别误会。大家好，这首骚的意思说明主，接下来我为你们献上一首少数民族的歌曲，希望你们喜欢。